主席，涉及到梁振英即係要刪除佢成個辦事處嗰度嘅罪證咧，可以話係數不勝數。你作為一個嘅特首同埋特首辦嘅主要官員啊，所作嘅決定同埋所作嘅安排，即係你做得喺嗰個嘅表現上缺乏呢一個嘅優越都好咧，都唔可以令到呢個嘅香港蒙羞嘅。我諗大家都好清楚記得啊，呢個嘅特首辦安排我哋嘅特首同菲律賓嘅總統會晤嘅時候，嗰啲嘅醜態百出啊，嗰啲咁嘅傻笑啊，嗰啲嘅座位嘅安排，令到香港被矮化，即係令到全港嘅市民咧係感到即係呢一個被呢個侮辱啊！即係你見到人哋嘅總統嗰啲咁嘅囂張嘅方法。我哋三個人，包括特首在內，排排坐喺度接受呢個嘅訓話咧，即係可以話係歷來我哋見到咁多次嘅所謂外交嘅場面，最令人難堪，特別令到呢個嘅死者家屬嗰個嘅感受咧，係更加係難以呢個嘅接受。所以呢啲錯誤同埋嗰個應變都係惡劣嘅啊！即係你俾人玩，即時玩，玩嘅時候你都識得有啲應變處理，可以即時起身抗議離場。繼續喺度俾人侮辱咧，可以話係一種嘅即係質素低劣嘅表現。嗱，另外有關呢個嘅特首辦嘅人數之多咧，而嗰個工作效率之低咧，亦都應該要指出即係呢方面嘅問題。好多人講以為特首辦涉及到只係九千幾萬嘅開支，唔係好多啫，同其他政府部門啊，同其他局嚟講啊，即係呢一個只係呢一即係個好少嘅數字。但如果大家睇翻啲仔細嘅數字，同埋睇翻同以前啲相似嘅即係官員嘅比較咧，你就覺得嗰個數字之大係令人係感到呢個極難接受嘅。特首辦如果大家睇返2014-15 年呢，有12個職位係負責政策統籌，嘩，真係呢個嘅將軍多個兵咁滯，係咪？包括方面行政長官公務活動嘅策劃同埋安排，即係新聞及公共關係工作統籌，新聞關係直情係成為呢個嘅傳媒記者嘅笑柄，可以話係，係咪？即係你如果想得呢個嘅網上啲即係報道啊，或者網上啲信息多咧，你就會睇到好多相片，好多嘅即係過去一啲嘅開呢個記招時候，我哋嘅所謂新聞統籌專員嗰啲嘅嘴臉，令到呢、這個同埋啲言論咧啊，即係令到記者即係感到哇！你咁多錢請一個咁嘅質素嘅人咧，基本上係浪費公帑。咁而有12個人咧係負責部門行政啊，兩個人負責翻譯。20個人負責提供秘書同埋其他嘅支援服務，30個人提供文書同埋一般支援嘅服務，21個人咧係負責行政長官啊嗰個官邸嘅家居服務，7個人咧負責駕駛服務啊。咁喺眾多呢個嘅職位裏面咧，其中有5個係屬於首長級嘅職位。嗱，你簡單比較，即係如果你講翻，即係唔好同曾蔭權同埋董建華比啦，你睇翻，即係好多我哋嘅議員，特別呢、這個民建聯嘅議員咧，就對呢個嘅港英殖民地時代好多好睇唔起，同埋即係好多好即係負面嘅一啲嘅睇法。你睇翻當年麥理浩，麥理浩嘅年代咧，為香港開創咗呢個房屋同埋好多公共政策。包括呢個公共政策四大支柱啊，房屋、社會福利、醫療同埋呢個教育，好多政策都係70年代麥理浩定嘅。特別呢個公屋嘅興建，呢、這個房委會嘅設立等等咁。你睇翻當時麥理浩年代負責政策統籌等等方面，得3個啫。梁振英係12個啊，部門行政加有12個人負責部門行政。麥理浩年代得一個嘅啫，人哋一個負責部門行政啊，係嘛？講呢個嘅駕駛服務，你而家7個，當年就5個。咁所以你見到負責文書嗰啲啦，你即係加多人一倍，以前就15個，加就30個。咁所以你見到呢方面嗰個嘅即係
人事之多呢，即係冗員嘅情況，同埋即係相對地比較，即係會俾人一個好強嘅感覺呢，即係嗰個公帑是否用得其所呢，係一個嘅極大嘅問題。你見到即係特別加下現代，加下屬於呢個後現代社會時代，主席係嘛？好多嘅企業呢已經係大幅削減呢一個嘅文書嘅人手，好多方面呢係由呢個電腦呢個代勞嘅。大家如果受到即係接受過居民嘅投訴，處理過居民投訴嘅個案呢，都會知道特首辦好多時所謂處理居民嘅申訴嘅個案呢，嗰、那個處理嘅方法呢係令人發笑嘅。特首辦好多時係即係呢個郵差嚟嘅啫，你向特首辦作出呢個投訴啊，關於邊個局邊個部門嘅問題，佢就將嗰個問題彈翻俾嗰個局，跟住嗰個局咧就揾個即係助理咧，助理即係有關嘅官員咧就回答，咁咧跟住特首辦咧就將嗰個官員回答嗰份文件咧就轉翻俾呢一個嘅投訴嘅市民。哇！咁你既然呢個只係做信差，你唔該就唔好浪費納稅人嘅錢，你不如話你特首辦唔處理投訴啦，係嘛？投訴嗰啲翻翻去自己個別嘅政府局、政府個部門處理。你將市民向你對有關政策嘅投訴、有關部門嘅投訴，你轉俾其他部門嘅回答，然之後就將部門嘅回答透過特首辦俾翻呢個嘅市民。咁呢啲咁嘅處理嘅方法咧，即係可以話係。即係唔好話官僚，我哋淨係即係弱智同埋低 B， 係嘛？即係你當市民傻嘅，我係投訴嗰個人啊嘛，投訴嗰個部門啊嘛，你自己冇個獨立嘅處理嘅態度同埋機制嘅咩？你唔會就翻某啲政府部門回應完之後嘅嘢，你認為恰唔恰當，你作一個嘅處理嘅咩？咁所以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即係處理申訴或者處理投訴嘅做法呢，即係我覺得係絕對唔符合啊現時市民嘅訴求。咁作為一個即係咁龐大同埋咁有地位啊咁有權力，即係你負責啊，正如頭先我介紹呢個特首辦嘅工作呢，其中一個就係即係負責統籌各個政策啊，同埋協助特首處理即係各方面嘅問題，令盡量咧將特首嘅工作咧係做到最好為止咁。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咁樣嘅即係表現咧，同埋個運作嘅模式咧，係令人難以呢個嘅接受。另外有一個嘅特色咧，主席，就係有關呢個嘅特首辦處理機密檔案數字，即係人數嗰個嘅問題。嗱，我哋睇翻特首辦嗰個組織咧，其中有一啲嘅職位咧，就叫做機密檔案室嘅助理。機密檔案室嘅助理喺特首辦裏面有五個係屬於呢個嘅機密檔案室嘅助理。我真係唔係好明喎，係嘛？你一個特首辦點解需要五個人？好多機密咩？唔係好多機密嘅嘢，自己呢個嘅689已經去咗中聯辦，或者自己啊翻內地唔知同邊個官員坐喺度傾曬啦，係嘛？即係以前你基於港英年代，你嗰個嘅即係港督好多嘢咧，你要同呢個英國方面嘅書信來往，同埋嗰個年代更加需要書信啦，係嘛？咁你家下有咁多嘅溝通嘅渠道，同埋以我哋呢個嘅689咁鍾意返內地，真係經常返內地啦，一陣間又唔知訪邊度訪邊，係咪？即係同各方面都有咁多嘅接觸，仲要搵五個人處理呢個機密檔案。咁所以即係究竟呢啲機密檔案係啲乜呢，亦都唔見有乜交代同埋呢一個嘅解釋。咁所以你見到成個特首辦有104個職員，係咪？104個文書方面處理係佔住大部分，同埋即係嗰個嘅即係多，即係呢個高官之多呢，即係令人感到極為即係呢個嘅震驚，而都覺得呢係有呢個嘅浪費呢個公帑之嫌。主席，在我的修訂裏面涉及到特首辦的修訂裏面是有不同的組合的。當然我第一個的修訂呢，修正案編號一呢，就是將這個的特首辦差不多全部刪除，將個開支除了個刪到1000元。但是在這個的修正案編號七那裡呢，我就是議決
將佢嗰個削減嘅分目000咧，係只係而將總將呢個總目21咧係削減呢個2080萬。咁呢一個咧個削減係相當於行政會議嘅全年嘅預算個開支。當然呢個係假設我呢個嘅修正一嘅議案嘅投票輸咗啦。如果呢個一贏咗咧，咁我就無需提呢一個嘅七啦。咁如果呢個嘅一輸咗嘅話咧，即係我點解要削減全個行政會議咧？因為老實講，行政會議嘅表現咧，係亦都令到即係整個嘅政府嘅施政咧，係出現好多嘅問題嘅。第一你見到連串行政會議嘅成員，即係包括即係我哋嘅頭號糧粉啊，即係最近俾人哋申請破產嗰位咧，即係亦都係前行政會議嘅成員。咁所以即係行政會議成員被指責有呢個嘅利益衝突咧，即係已經係涉及多過一個咧，因為呢一個理由咧而係呢個嘅請辭嘅，係嘛？咁你令到即係你個組合起步已經係即係出現連串嘅問題，而亦都過去嗰兩年。你都睇到唔少嘅個案咧，特別係香港電視發牌嘅個案咧，睇到行政會議嘅意見似乎同我哋嘅特首完全不一樣，係嘛？即係喺正常情況下咧，特首應該係解散行政會議，跟住就重組嘅。你既然成個行政會議嘅決議案喺咁重大嘅政策同特首都不一樣嘅話咧，理應係要重組呢個行政會議，所以即係議案修正案七咧就呢個理由。